宾下台。哎，没有，好，好，恭喜你，请待在现场。2016第七届台湾国际纹身艺术展最佳传统彩色背部大图第三名季军得奖的是2016 Taiwan Tattoo Convention Large Traditional Color Back Tattoo The third place goes to 雕琢纹身陈伟佐，掌声鼓励雕琢纹身陈伟佐，好耶、oh yeah.来，请勇哥来帮我颁发这个奖项，掌声欢迎，掌声鼓励，耶！作为嘛是，咱嘛是把咱保留一席，今天嘛是讲靠你把咱保留一席。好，谢谢谢谢，这边拍照。